很抱歉，非常抱歉，女士，他们家好像出事儿了。女士，女士，你没事吧？女士，您先站起来。女士，我扶着您过去。 别人的航班都能走，就你们的不能飞啊！我今天必须走。女士，请你冷静一下，今天这是我天气，取消航班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。你们领导在哪？哎，让你们领导出来，我今天要走。今天真的走不了。女士，有话好好说。怎么了？就是你报警取消的航班。 你报警让我们走，你报警，你。女士，你先冷静一点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全，我向您道歉。但是因为现在大雾，所以我们机场关闭了，今天真的不能飞了。你就是故意不让我们走的好不好？大家看看，就这个女飞行员，就台湾的机，还有我航班取消，还有我谁都走不了。女士，请你不要无理取闹。我无理取闹？我无理取闹？来，大家来评评，让撤下来评评。讨厌！你们航空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我们整个的理谁来管？谁来保障我们？女士，我已经让你请你冷静一点。啊！这样了吧，我们俩，你看你这样，我没有良心呢。家里又没事，也不会这样。我想跟你最后一面。好像董事长在最后一面。女士，女士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去休息室好好商讨一下，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，可以吗？ 抱歉，女士，走吧。慢点，慢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样，就你们报警，还都是他吗？没人知道他爸有车，谁也不愿意把人拼这样。这个你没有良心。